明就是今天怪怪的，他 always 怪怪的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子啊，其实然后被皮带坏的，是被皮病毒传染的吗？原本总结的，我没有认识他之前他就是这样子哦，还有怪我，都皮带坏我的，皮带坏吧。别跟我讲什么 A B O 什么大象先生什么东东的呢？什么 A B O 是什么？A B O A B O， 你要去问皮，他很懂。我不知道，人家我真的不知道。对，皮我们私下聊聊。你在找音泉私下聊聊？你不是说从 Omega 那个吧？对 ，Omega。我的天！哈？什么？繁星突然突破了？什么突破了？这个我也是有在听的好吗？我以为你要说我一直都知道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啊。化学还什么？你还跟我讲什么哨兵向导什么支配服从之类的你？啊？哦，你先别再开车，冷静听。我觉得不行。你们你们 ，Omega 就已经够恐怖了。我都听不懂。我也听不懂。八点啦。听就是你，哈哈，我没吓到哎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哦、我听到我自己回音了，又跳出来。哎，上次那个会不会是你的？会不会是你的回音啊？上次那个奇怪的声音，不是哦，没有那个不可能，那个不可能奇怪的声音，我去听，没关呢。嗯 ，Why？ 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喂，我在看开直播、哦，这还在调啊。好 ，OK。题目啊，先想题目啊，大家。先想题目啊，题目。啊，米飞，想一下题目啊。哦，我这有飞机，等一下。我刚刚想说怎么有风车，还好，还好是飞。感受到了。如果说大象的话，我会吓到。有，应该是同一台。米飞那边有飞机，要准备降落到飞机场了。听到。嗯，然后离米飞比较近，离我比较远一点。因为米飞那边有飞机场。对啊。超麻烦，米飞飞机场困扰。喂，你这样开车不够安全，我觉得你这样不行哎、欸。这样不行，太错、啊，来这边被重伤的。我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米飞太平洋了。好了好了，要题目啊，题目嘞。题目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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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份吗？有啦，题目嘞？月份，八月份 ，GWT 啊。OK， 我觉得可以。低于四个字，四个字要用这个，用这个。我说参考题目。台中场有我的摊哦。趁机宣传起来。低于四个字的东西。啊，特定文字。什么意思啊？看到布丁家没有，我又头痛了。大家什么叫特定文字？这题目一定要某个字，是不是？太难了吧？这个比方说什么皮之类的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低于四个字之类的，没有这东西好吗？皮病毒肆虐全球之类的吗？皮带不够四个字，皮卡丘，好的吧？皮开肉绽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觉得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皮包裂开。真的好想你。啊？哦，好像有看到这篇文是吧？那那个、啊、盖四字成语，但其中一个字要有我们在场的人的名字。啊！比方说巧什么的，巧言令色。啊！哦，加一个，花言巧语。撸撸。没有。噜啦啦噜啦啦，那不是成语啊！噜，那咪有懂？那咪有没办法啊？盖成语哦，对啊，然后要一定要有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。可是我觉得盖成语很容易就，就不会啊，对，很大挑战哎。对，盖成语马上就会歪了。那羊可以用皮吗？不行，皮好像比较多哎、欸，皮好多、哦，皮超多的，什么都有哎、欸。如何？还知道什么？如好难哦。对呀、啊。如没有啊。秋行菌虫。只米了。我Google秋第一个字，他在公布那个。秋行菌虫很红哎、欸。
来燕。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秋后算账，教主斯大开放猜字之类的，比如说你可以用。虽然都去不成 P Q， 不苦，感谢呼噜噜。猜猜猜，最难的那一个路名。对啊，我的超难的、啊。而且正确来讲，它第二个字应该是咪才对，更难。对呀、啊。咪也没有、嗯、是吧？所以就无视他就好了。啊、是这样吗？那我们有七个人之中的一个就可以啊。七个，这蛮简单的。对啊。不行啊！如果要规定上家，这样比较有趣。哇，那那个那个，我不要在露比后面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怎么？或是一定要规定自己的？哇！我们出题一定要自己啊，那猜题就随意啊。嗯，对。但猜题就一定还是要有其中一个人名字，但是就随意。好，好难，这样如何？好不好？真的要玩成语哦。烦，可以顺便想下一题啊。有我们的特色的成语啊。我已经 不用成语好多年了。很久没有出现的东西了。哎呀，这么强，有很应景的成语啊。什么成语？我讲出来我就不能写了。不然要什么？你该不会是跟鱼有关的成语吧？不是鱼有关的。哦。所以出题是出题基本的，然后猜题随便猜别人弄。啊？哈？那不是题目成语吗？嘿，所以确定要成语吗？所以确定了吗？真的吗？看你啊，有其他题目吗？那想一个啊，想一个啊，米菲想一个，米菲想一个。啊，我观众说想要鬼月特辑耶。哇哦，特辑。对，他们说想要遇过灵异事件或是什么的。对不起，盖过了。没有。真的假的？盖过了。真的盖过了，真的、哦。是鬼月的盖过两次的样子。鬼月特辑盖过了，真的盖过了。还是超能力。也有。超能力盖过了。超能力盖过了，你到底盖过了什么？那个鬼月特辑为什么我知道盖过？因为巧克力讲他说他在那个什么饭店啊，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好像饭店，哦、你记得、哦？对啊，我这么对你这么关注，哇，我心都依着你耶！哇哇哦！然后那个超能力，你好像选择什么要透明超能力吗？不会吧？哎、欸，我有参，对对对，我有参加到。我以为我是拯救世界能力耶。你就是要透明超能力，就是为了做一些不知道什么事吗？要这样也可以啊。坏人看不到我有没有？直接去解决他。我们连类似的超级英雄我们都盖过了，好不好？还是我们要讲那个盖已经死掉的超级英雄？啊！剧透看电影、啊，不行不行，你安静你安静，这是剧透吗？你不行。哇！还是盖要盖什么？观众说电影。电影盖过好多次啦，没看盖过，没看电影过好多次啦。你们看，你们都给我乱出主意。哦，他都没在看建筑。哎、欸，不是很多集，我不可能每集都看。不是你啦，你的观众啦。你观众，我们不会追你，我们是追你观众。不会追你啊，你那么忙。这边有什么冷门历史人物？我觉得历史人物就够了，不需要冷门哎、欸。冷。对啊，冷门我也不一定看得出来呀、啊。对啊，历史人物，历史人物也很难猜耶、欸。不是啊，那你盖那个古代皇中国皇帝，每个不都长一样？那我们的题目就是秦始皇跟雍正有什么差？还不都？那我们的题目就是古代历史人物，那个古代皇帝。太难了，要皇帝是不是？哇，每个都长一样，弄一根辫子，每个盖都皇帝不行，太难了吧？天哪，是，对不对？你爱秦始皇很好盖，好不好？你只要把兵马俑盖出来，大家就猜秦始皇了。那雍正跟乾隆你怎么办？盖出一条龙。雍正、乾隆，你要盖那个什么？像雍正，你可能就要盖《甄嬛传》，有没有？我不要。我的妈呀！皇帝尧。其实皇帝不是尧，不是皇帝。尧不是皇帝，他只是那个三皇五帝。对啊，秦始皇开始之后才叫皇帝吧？对。太难了，这个完全没有一点的。
特征。是哦，对啊。对。他们还想要转身特辑哎、欸？怎么叫我没有去？我有去。什么异世界转身特辑？哦，不错、啊，这穿越世界想当什么这样的？这是世界观都要出来了是吗？直接写小说去了、啊。小说我们已经让妈妈成为小说家了、欸、对啊，小说的主题就有了。所以这次又要那个了，普通攻击是二连击之类的哦。我还没看呢、欸。我这什么东西？新番对不对？我懂。不是钱不见，是我的钱包花去哪去了？感谢小皇帝都已经沦落到是米菲懂你，我们不懂了。我天哪！妈妈，我跟你们姐姐啦，你们要跟上时事啊！对呀、啊，你们都不懂啊。不是啊，当只有米菲懂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要检讨啊。我还有我还没懂。我好难过、哦。完了，你们要选哪一个？我觉得异世界也可以，哦，那个中国古代皇帝也可以。我觉得历史人物，但不要皇帝。真的吗？不是你皇帝每个历史人物可以，我们也可以两个都要啊。那中国历史人物，中国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中国历史的，中国很难开来吗？展望世界。你要打开来吗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下一题再打开，好不好？我的妈呀！打开什么？一次就盖两题。今天要打开什么？是要打开啥？是要打开谁？我觉得不行。怎么样，巧克力？有人说盖异世界的历史人物。谁呀？谁呀？盖谁呀？像是要盖486之类的，是不是？我的妈呀！是，都可以啊。你要历史人物是不是？或是你们要什么政治位一点的？譬如说最近主党，如果你主党，你要取什么党名？嗯，对不对？主党啊，叫巧巧民众党，类似这种啊。你们有想要这个吗？政治玩过啦。怎么样？要决定哪一个了吗？这几个，米菲，你要哪一个？你想盖哪一个？小孩子刚刚说到现在，我全都要。对不起，我问错人了。我觉得接近总统大选的时候，应该可以出一个：如果你当选总统，你要立刻推行什么政策？全部无码！哇！我的天！我刚刚听到什么东西？你是说这个无码吗？其实那个呀、啊，那个日本的有一个议员就是这样。无码？你说这个无码吗？对，是那个无码。无码。我上次打出来的人说什么是牛码？我妈呀！如何？怎么样？决定了？繁星想要哪一个？哈？我其实刚没认真听哎。历史人物不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今天才跟点点在聊一个历史人物。对啊，历史人物来啊！来啊！历史人物很好笑。等一下，我们要限制一下那个历史人物做了什么事，好不好？啊，做了十五，哎，不是，我应该限制字数才对。历史人物做了什么事？历史人物做了什么事？然后要在十一个字，好不好？才多少个字？刚好十一个字。少一点好不好？少一点啦，少一点啦。我哥再转一次。历史人物做了什么事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的有限制国家吗？我聊天室飞出去了，我要崩溃了。聊天室居然知道我要出的历史人物，哎呀，吓到飞出去了。我要出什么？我聊天室崩溃了，崩溃了。历史人物，我是理科啊，救命啊！完了，我商科啊，我也商科啊，那个好了。马歇尔做了什么事？
有限制国家吗？秋风，限制国家要你们要吗？啊，不知道，看你啊。你们要限制国家吗？不要吧。有需要吗？不要不要不要吧。地球就是我的家。对对对，不要，他们都说不要，凑到十一个字了，十一个字。天啊，十一个字啊！进去想，进去想，我也还没想到。进去想。巧克力把他们送进去。哎呀，都过来了，都过来了。送进去，送进去，进去想。妈呀！开始。十一个字，历史人物。历史人物加事件，他做了什么事？算啊，我等我。名字加事件十一个字吗？对对对，名字加事件十一个字。我出了好怪的题目，好难哦，难哦。